大门、玄关，经过餐厅、客厅。以一般清水模板取代一般油漆和瓷砖，每道工法都必须环环相扣，才能呈现平整、坚固，打造静谧极简感的现代风格。艺术品与灯具与自然日光的转动，映照出静谧的氛围。室内营造静谧氛围与质感，除了美感与坚固性特色之外，清水模不易藏污纳垢，日常只需用清水擦拭，以干净为主轴，增添舒心生活感，洗练自然，独特趣味。主卧宁静原始直觉潮流感，不失豪宅质感的视觉，让生活超有感。宁静商设备大理石浴缸，营造大自然风格。紫楼层的视野，眼帘所望之时为淡水泉河景，海天一色，就在海景的第一排，一览无遗。一家人聚餐快乐时光，I've been here before.